美国慈济威明顿社区门诊中心在当地耕耘5年多了，每一年都会举办春季健康日的活动。这次大半服务工作都是当地的志工承担，而义诊也增加了项目，除了牙科、眼科，还有中医，还有社区大学的师生为民众做听力测试和卫教。把握机会，社区居民一家大小都来接受义诊。除了牙科、中医服务，这次还有眼科和社区大学的老师带学生为民众做听力教育。莉迪亚没有收入，可做昂贵的视力检查。朋友的旧眼镜勉强用了一年，现在终于有适合自己的眼镜。Now how you feel? Oh my God, I am so happy. Thank you so much because today I got my own glasses. Thank you so much. So now you can see very clear? Yeah.穿着灰衣制服的本土志工也来服务民众。慈济威明顿社区门诊中心在当地耕耘5年多，聚集了一些本土志工。这次义诊，他们承担了大半工作。志工也用废弃的宝特瓶做成的毛毯宣导环保，说明维护好环境才能拥有健康身心。大爱新闻，这是美志工王慧平、岳嘉蕾，美国报道。